国泰花卉广场，花卉广场，这里算凤山的假日花市啊。今天的任务是要买一个盆栽放在我的位置，在那边。不是流水吗？不是，特别。不是这种吗？不是。鹿角蕨上板的，他已经用好了。哎呀，他帮你用好了。是啊，上去就好了。跟你讲，那我们盆栽是不是也是可以放那一种？还是那要那种松树的。园艺花剪。蓝灰，沙漠玫瑰啊，哎呀，沙漠玫瑰，100块，哇，足俗的啊，哎呀，多少？我开了多少？不是啊，哇！哎、欸，这样很可爱哎。但是你家的猫这样子一拨就掉了、啊，类似这样子也可以啊。对啊，它的架子，我觉得它们会有点用坏。它们上去就这样子，咻咻咻咻就掉了。啊，不然这把，哦。这样，那个铁箔，日本铁箔，对，这个你要的话，假如是以前的话，要2-3千块，算你1800对吗？那、啊、这个嘞，这个1500，这个1500，五叶松，五叶松，它是前面是花，它会开吗？这个不是花，它不是花啦，一起啊，不要一个蜜啊你啊，这也是真的哦，真的，我今天没得别给。漂亮啊！这漂亮啊！这1800，这个1500啊！我跟你讲，光这个盆子就600块。这紫砂盆，这也是紫砂盆，这盆子都洗我爸喝，我老爸喝。嗯。还喜欢准备退休了，啊，所以准备卖。哦。卖完就不来了。真的啦，我是。你要退休了就是了。对啊，我70岁要搁走了。我紧啦，对啊，没剩造福大家啊，对对，对啊，足忝的啦，忝的啦。哦，对啊，你该家己黑吼。哎，敢那烤草叶，烤到乌暗面。大笑，大笑。对，我是觉得，对，我是觉得那两个还不错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很可爱啊。不是，你就是爱放正中外面这样子的。江西啊，这些薄鹿角蕨啊，快木哎，85，哎，皮干嘛？有 Hinoki 的皮不？有啊，八香之皮。嘘，这就很漂亮，好不好？来包叠起来呢。50块，所以你要算鹿角蕨吗？没有，见你皮肤用心。出来再买。啊，最近包包的已经欠足济啊。对啊，这唔知拢都是菜点哦。
正期啊，你嘛是包鹿角蕨。你可能买一个盆栽，你也是要翻一个。对，嘛是会使啊。那你咱即摆是爱先定盆栽的样子出来啊。哇，这种是一种，那个用边料下脚料，然后再去做创意啊呢。猫薄荷啊，没当来剪。不用啊，上次我就跟你说用。为什么它是有这种？是什么？这叫高锥啊。六神草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它有那个辣椒了啦，鬼椒在那里是吧？辣椒。番辣椒。哦，那边就是那个每日花市这边进去了，啊、那边这边真的很大呢哦。牛奶白，走里面啊，走里面比较凉啊。是桑葚的一种吧。我们长大了，我们不用草的。那明明写花。神丹呢、欸？假的，对，登天啊！三爪金莲，金龙。就这样子，那边啊，那边啊，进去看看那边。走。老板在里面。哎、欸，这才是猫尾巴吧？不是我们那种的，好可爱哦、喔。欸、花椒它可以用。欸、这什么？啊，不要。哎呀，它躺着。可以吃啊，辣椒可以吃。大哥头发还没白呢，没有，我每天都打。吐角血，龟背鱼有没有？火鹤吗？我今天呢？火鹤呢？火鹤，那个我都过去了。它也是可以种哦。它是可以这样子种，也可以这样子种。对，也可以种。鹿角三叔哎。是三叔啊。对啊。很多啊，对啊。鹿角蕨很多。种吗？
桃花苑啊，花花草草，新城花苑。这个玫瑰好漂亮哦。很多呢。你看，它真的很像瞎子，它的头。玩瞎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会不会我中中又死了？你中绝对会死。行李箱是会香的那个吗？给卡生。我你讲台湾干？足奇怪的吗？对啊。玉叶金花呢？你看起来没？这看起来不错啊。黄金串前柳，我看你这植物杀手，那等个连苗都翘翘起啊！啊，我要买小盆的啊，买那个它不买。你不是要买小盆的？对啊，这个啊。你要买便宜的，安尼先给你冷单一个。啊，无，经验值人无够，逐天等于都翘翘去。对啊，这种把它摘过去看看。就那个很可爱啊，哎呀，那个熊熊掌这个啊，那个熊掌还要种啊，很可爱哦，等一下，熊掌60块，结账，结账柜台，这应该。很多钱啊，两个人发啦，忙死你阿婆，那个东西哦，那一句爱爱我记得，阿姐嘛，这把是你一包，爱我记得，阿姐嘛爱我了，这包吼，放个包空了，阿姐嘞爱我记得，爱弄五号，阿你包啥？阿你九十，九十，你的九十，一招一五号，对，我知。到账。因为我觉得沙漠玫瑰剪起来，你也不要口会变得很丑。那边的那个摊贩，走。对啊，逛累了就去那边买东西吃跟喝饮料。他是卖冰的。这边有台南冰，要去看台南冰吗？要卖饮料吗？看一下，我在那边。本店设有低消18元，可能爱弄爱买一支冰的款，对啊，爱买一支冰的，至少你要买一支冰的。清冰凤梨，你要吃那一种的吗？想喝饮料，我去喝饮料好了。很多区，然后这边就有饮食区，这边算饮食区吧，哈。应该差不多要收了吧。这边是油花旗地市。儿童游戏区，好
海波啊。我跟你讲它的真相，你会觉得很恐怖啊。你要喝吗？它只有啊，红茶，猪脚的红茶。红茶吗？啊，好啊。大家都要休息了，六点了，所以我们要离开喽。给我啊，你有零钱吗？我应该有零钱。这个假日花市是我第一次来，但我觉得这里非常的不错，适合像我这类的新手来逛逛的。里面不仅有超多种类的花草，还有最时尚的鹿角蕨哦。所以认真要在这里逛，大概要安排了半天以上才可以适合找到自己的花花草草了。好了，这支影片就到这里，感谢收看，记得订阅一下哦，拜拜。